欲望是所有罪恶的根本。为什么有欲望？不知道这是假的，都以为是真的。魔在哪里？这就是魔。欲望是魔头，欲望是魔，是魔的原始点。只要有这个东西，外面所有一切境界没有一样不是魔。名闻利养是魔，财色名食食是魔，啊，通通是魔。看这个也爱，看那个也爱，啊，这个也讨厌，那个也怨恨，不就都是魔吗？让你在这一生当中受尽烦恼的折磨，你可不能怪人。同样的境界，为什么有人他不受？你要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你就晓得，魔不害人，是你自己愿意上当。啊，是你自己放不下。事实真相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心就定了。啊，这叫看破。唯有真正看破，他才真肯放下。啊，自以为看破了，其实没放下，没放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是真的修，是假的修，自己一反省，一检点就清楚了。啊，早课晚课，做些什么？这七十年当中，我们也常说，早课是提醒自己。啊，今天这一天，我要走在佛道上。一念贪心起，那是鬼道；一念嗔恚生起来，地狱道；一念愚痴，畜生道；一念骄傲傲慢，是罗刹道、阿修罗道。啊，念头才起，自己就认识这个路是通什么地方，我该不该走。一念阿弥陀佛是成佛之道。啊，道路在面前，你爱走哪一条走哪一条。啊，谁都不会限制你。佛菩萨圣贤不限制你。只告诉你这什么道，后头是什么结果，告诉你。路是你自己走的。是你自己选择的。那么今天在这一会，这是成佛的大道。无比的稀有。为什么？它不是成别的佛，它是成阿弥陀佛。啊，走这个道走到底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你成佛了。好啊，不少人羡慕啊。你能不能把其他所有的道路都舍弃？道只准你走一条，你不能同时走两条。啊，其他的通通都放下了，这条路
通常无阻啊。你真走成功了，我们在这里做事实现啊，威仪有责吗？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吗？我这部经讲完了，这是大经解的第二遍，我接着讲第三遍，三遍讲完了讲第四遍，我能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，我不讲其他经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就走成阿弥陀佛这一个道，其他道我都舍弃了，不要了。啊，那我们的道场非常自由，是开放的，里面经典、事法、出世法都具足。啊，84000法门，你们爱走哪个法门，我们都鼓掌，不反对。啊，可是你问我呢，我就走阿弥陀佛这个道。啊，就走无量寿经这个道。啊，而且告诉大家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，谁介绍给我的呢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介绍给我啊，我相信老师，老师爱护我们，老师不会害我们，老师指我们的正路，不会指路指邪路给我们啊，我一直走下去，这叫尊师重道。我要走偏差了，我是背师叛道。啊，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是佛学，是圣学的起点，这个起点非常重要，不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你这条道路就非常不稳定啊，不定什么时候出差错了。你就走偏了，走邪了。啊，把这个偏邪误以为是真实，这个果实大了，不但害自己，你影响多少人，多少人跟着你走向偏道岔道，你要负因果责任啊。这个责任是什么？断一切众生发生毁灭，果报你就晓得，阿鼻地狱不容易出来，出来之后生生世世愚痴，没有眼睛啊，意念愚痴糊涂。这你种的什么因，你受的是什么果报啊，因果一定是相应的。